Hello, everybody！ 大家中午好。我有没有？哎，我的时间，我的手表。你手表在哪里？我手表在车上。3:32 Oh no! It's okay. We will be giving free away free things today. 我们今天会送就是免费的东西给大家。为了就是回馈大家，不好意思哦，等了两分钟的时间。OK, Hello, 大家中午好，快点进来我的直播，因为呢，今天会是我最后一天呢，我们留在澳大利亚了。Today will be the last day that we'll be staying over here in Australia. 明天我们就要回去新加坡了。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 kangaroo。可是目前为止，可是在很多产品上面的标签都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kangaroo。可是我还没有那个机会去看到真正的 kangaroo 跟真正的 koala。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应该没有那个机会吧，因为这次比较没有缘分。可是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一定又会有机会回来到这里。OK, 快看留言 ，Hello 大家来看一下谁在线。OK，Hello 方耀 Lim，Hello Debbie Yip，Hello 恩修 Chen，Hello everybody，Hello FB Tang， 快看留言，看到了，看到了。因为不好意思大家，前几天我用的那个手机读直播是用 iPhone， 所以呢，前几天的那个留言卡到超级无敌的。够力，很够力，很严重。所以呢，很多朋友，我师父进来我没有看到留言 ，Faster Bella 进来我也是没有看到留言。所以呢，我不是不读留言，是我的留言卡着，所以我看不到。OK， 来了分享，谢谢 Lotus。然后呢 ，Jessie Tam 姐姐也来了 ，Thank you very much。Please help us to like and share， OK？ Because today we have many giveaways to be given out， and also we are here at CineCare。OK， 我们今天呢来到这里。OK， 其实这一次呢 ，Welcome back to Singapore tomorrow。Thank you very much， Vincent Wong。哎 ，Vincent Wong， 你没有你的 law 了嘞 ，Welcome back to Singapore law。Thank you very much. OK, tomorrow, yes, tomorrow we'll be back. 明天我们就会回去了。所以呢，今天趁现在 ，OK, 如果想还要买什么东西，大家赶快哦，赶快刷一下。然后，不然我们到时候回去就 Sorry, Sayonara, 你们自己买机票回来了，好吗 ？OK, 阿初 ，OK, OK, 好。现在问大家，我们做一个 QC check 一下先。那个荧幕 OK 吗？声量 OK 吗 ？OK, 因为今天呢，我真的。我们大老远来到这里 ，OK， 就是为了要见他们的执行长，是叫执行长吗？还是来老international 老板怎么称呼？International man。In Chinese. Not yet. Okay. But I have a very big concern now. 因为现在那个 angle 是这样子，他进来 he hit will be cut off. So I have to, you know, 再拉高一点，因为他很高很高很高。然后我就只有这样子。所以你看，如果跟很高的人做直播，然后又我站在旁边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瞧一下子。可是呢，我们今天给力一点点好吗？等一下呢，我们再会请出老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 say hello。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来到 CineCare， 我觉得最大的荣幸呢，就是他们这个品牌从来没有在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这一带做过直播。是吗？从来没有，所以呢，真的很荣幸今天他们就是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然后就是很好的就是招待我们，带我们到处去他们的工厂看制造过程，然后呢，跟老板就是沟通，就是我跟老板在聊天的时候哦，老板就是问我说啊哈。Where have you been for the past few days? 我就跟他讲 I went to Chemist Warehouse, you know, brought a lot of things, you know, brought back for my families. 所以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们知道每一次你们就是去出国哪里都好，或者是来到 Australia, 你们买的东西，你们到底知道里面的 content, 里面的成分到底是哪一种成分吗？到底吃进去肚子里的这些成分到底是不是对人体是最好的啊？不要每次看其他的品牌，对不对？每次不看品牌，可是呢，到底我们今天真正要了解的就是 CineCare 他们家的产品，为什么他们对他们家的产品那么有信心 ？OK， 真的，我跟老板谈天的那短短的一个10到15分钟，其实 they are very very proud of their produce， OK， from CineCare。所以真的，老板在分享他们家的产品的时候呢，我真的什么 products products。
OK， 所以他们真的很就是很 proud of 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所以呢 that is why 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家的产品是最好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点点关于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历史。他们呢已经21岁了，他们这个牌子，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也会就是带大家去快闪一下去看一下他们这里的工厂 ，OK？ 所以 ，Hello， 大家对，赶紧帮我们分享出去 ，OK？ 我知道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他们现在还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呢现在 ，OK？ 现在你们可能还在忙着吃饭，对不对？现在是午餐时间，对不对？在吃饭的你们打上来 ，OK？ 在吃饭的朋友打上来，或者是呢想要赢到我们的这个 giveaway， 想要赢到 OK 什么东西？我先跟大家讲 ，OK， 今天超级无敌好 ，OK，Yes，、okay? their quality is always very good. Ken Kong， are you a user？ Are you a user yourself？ Are you a fan of Cinecare？ 你自己本身有用 Cinecare 的产品吗 ？Because honestly， 我是就是来到澳洲的时候，就是有朋友跟我推荐说，你一定要试他们家品牌的产品，因为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really for the quality。所以呢，真的是如果你们没有用过的话，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你可以看到老板长什么样子，老板有没有很帅，然后老板红毛人 Ang Mo Ang Mo later we have the Ang Mo OK 我们有老板是 Ang Mo， 所以等一下呢他会来到我们的平台，然后呢跟大家说声 Hello OK 你好，中午好大家 OK， 帮我再一次分享出去。然后呢这一次主要真的老板真的超级无敌好，他就讲说呢，只要今天任何一位朋友，只要你们就是有买任何一个 Cinecare 的产品哦，任何一个啊，无论价钱多少 ，OK， 无论价钱多少，他们就会送出他们家的这个泡泡 ointment， OK， 这一个的话哈 ，OK， 刚才我有稍微的去了解 ，OK， 为什么他们家的泡泡 ointment 的那个含量那么高？因为比较不一样 ，Australia there's super lots of brand that sell泡泡 ointment， but 这一个的话呢，为什么他们家很大力推荐的这一支的话，为什么那么大力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再来它里面也是有添加 Manuka Honey， 然后里面也有添加 Tea Tree 跟 Vitamin E，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this set aside their 就是 their USP increases， 就是他们的那个卖点更高了，所以跟一般的那个泡泡 ointment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里。而且今天他说送出去给大家 ，OK， 送出去只要有购买任何一个 Cinecare 的产品，他就会附送一支，一支原价这里大概售卖是要15块钱左右，大概15块到16块一支哦。所以呢，今天他讲说只要有买就送，哇，真的是太好了 ，OK。然后就是呢，另外一个就是无论你有买还是没有买都好 ，OK。If you purchase anything or not, it's fine, OK? 他只要你就是试用他们家的产品，因为他们家的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OK? 就是呢，等一下， OK? 人数了，我们现在看分享，可以帮我看total share 多少吗？ OK? Shares, OK? 我们go by share, 现在的分享的那个数量是多少？我们马上看一下， OK? 多少人？ Every 1000? 175大家。努力的分享 ，OK， 因为哈，我们真的是靠大家的分享，就是我们的流量就是纯粹靠大家的分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限制一个人可以分享几次，只要你有分享 ，OK， 不如这样子啦 ，OK， 我觉得分享现在400多位朋友，如果你们每个人再分享多一次的话，一个人分享两次的话，1000个分享 ，OK， 马上我就抽出，我们今天有100片面膜 ，100 set of mask， OK， 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会包邮送给你， OK， 包邮送给你啊， by mailing 啊，我们会 mail 啊，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今天就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这个福利，就是给在收看的你们 ，OK， 可能你们现在 OK， 如果你们不要 miss out 这个 good deal 的话，赶快把你身边的朋友都 tag 进来 ，OK， 因为呢，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的产品真的你去了解 ，you can read up about their background。然后说点 products， 你真的会觉得，哎，他们的家的质量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而且真的老板就是有
就是有点到我一个点，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在外面的 pharmacy 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就是吃进去肚子是好的，就算它品牌是很有名的 ，OK， 我们不要讲哪一个品牌 ，OK， 可是主要就是你们得要明白，得要知道你们吃进去肚子的东西，或者是擦在脸上的护肤产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会请出老板出来 ，OK， 可是呢现在呢 ，OK，我觉得差不多啦，差不多500人可以吗 ？OK。500人 ，OK， 5到600人，现在的 share 是多少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讲已经 share 了 ，OK，Hello，、okay? 明丽 support，Hi True support，Thank you very much，OK，、okay? 我知道大家现在呢还是工作时间，可是我们尽量就是呢安排就是什么 do five night 再来不够 ，OK， 不够。我们希望 minimum at least 个500个 share， OK， at least 500 shares， OK， every 500 we will start drawing， OK， every 500个 share， OK， 再分享出去， thank you very much， OK， 谢谢你们看我的直播。然后呢现在呢那个 lucky draw 帮我拿掉吗？ OK， lucky draw 不要写出来， OK， lucky draw 拿掉。所以呢大家现在呢我准备想要邀请我们 CineCare 的老板出来， OK， Matt are you readyAlways ready. OK， 现在呢我想要呢邀请 OK CineCare 的老板来到我们的现场。Hello man， Hello. Say hi to them。 你们好 Oh, you can speak Mandarin. Yeah, very good. 我叫 Matter 老板 of CineCare Australia. Yeah， 老板 of CineCare Australia。 老板在这一行多久了？Okay, it's too difficult. Pass. Okay, okay, next question. 老板，请问你今年几岁？ I miss visiti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ve been there many, many times. Oh, okay. 其实我不是问那个问题。Okay, 他其实就是you often travel to Singapore? I've been to Singapore many times. Oh, what do you love there? The Malayan? Or...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people. Oh, the people! Wow, that's great! Singapore, good la! Good la! Malaysia, good too la! Good too la! Oh, that's all slang! Okay, 所以呢，老板呢，他其实就是前几天我就是有跟他稍微的沟通，真的是，他真的好勤劳哦，这位老板，他真的很无私的跟我分享关于他们家的产品，因为他真的 I actually didn't meet you more than one time, righ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met him. Yeah, so I was telling them that in CineCare, every one of you are so proud of your products. Yes, yeah, it's a family business. It's been operating in Australia this is our 21st year of operation in Australia. Oh, it's 21st year already. Yep. 21 岁咯. Ooh, adulthood, good. Yeah. 100% Australian owned, Australian manufactured, and operated by Australians. Okay, 这个很重要。他的意思就讲说呢CineCare is 100% operated by in Australia， 就是讲说他们的进口的原料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当然他们也是在这里制作的。The who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s in Australia. In Australia. In Australia, okay? Not anywhere else, but in Australia. So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that in Australia, right? Not every product. That is really true. Because of inflation, because of business pressures, a lot of companies outsource their manufacturing, their staff. Some of the biggest corporates in Australia, white collar corporates in Australia, have their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in Malaysia, in other countries. But CineCare Australia manufacturers sources product only in Australia. Only in Australia, 这个就是那个重点。所以呢，无论他们的因为可能工作啦 business， 他们就很多就会 outsource 到别的国家，印尼啦，或者是中国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可是他们就是坚持。Insist in Australia，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只有在 CineCare 你找得到，未必其他的品牌都会是这样子。而且我还有就是注意到，他们每个产品上面都会有一个标签。Okay， I realize that in every of your product there is a TGA certificate. Yeah. Right. Yeah. TGA, what does that mean? Therapeutic Goods Association approval. So all our products, they're all tested here in our laboratory, then they're all approved by certifying authority, and they're also carry one more little logo there is Australian made. So we're also a proud Australian made partner. Now,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other companies, but
we proudly boast this mm-hmm. because we earned it.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this by default or abuse the logo.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So all our health products are certified and approved and everything is Australian made and actually we are Australian made brand partner. 所以你明白了，他们家这个是有经过 authority 的这个验证 ，and 很多人就是呢擅自利用这个标签，所以呢，当你们在购买 Australia 产品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不良商家，就是会利用这个标签，然后到处去售卖他们的产品，所以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个标签的是。 确确实实的真的这个 certificate，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在 Sydney Care 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就是我们就是authorized by the TGA authority，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然后呢，当然你们也可以放心的购买 ，OK？ 而且我也是有听说过哦，就是在 Sydney Care， 就是如果你用了他们家的产品，你不满意的话，你是可以退款的 ，You can I heard that you told me yesterday that let's say if our custome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our products, are we able to do a refund for them? Yeah, so we guarantee our products. We have no one returns the products. But if you're unhappy, we're happy to, you know, help you get a refund or replace the product. Mm-hmm. You know, we stand behind the product we make and we'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 do. Yeah, so you see, that's an assurance. 这个就是呢一个安心，买的安心，用的安心。所以呢，真的品牌很重要。 Okay, Matt, would you mind sharing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Sydney Care? Yeah, so as I mentioned before, Sydney Care Australia has been locally operated here in Australia for 21 years. This is our 21st year. Myself personally, I've had a lot of experience traveling through Nor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I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Chinese herbal products and Asians have been doing business and medicine for say 5,000 years. Here in Australia, the country is 240 years old. So it's relatively a new business or a new company. But we live in a land that is blessed. We have perfectly clear skies. We have amazing rainforests and clear rivers and animals and national parks. So the products we source here in Australia, I believe, are first-class products. First-class product. He believes that Sydney Care is the first class. You know, we take airplanes, 我们坐飞机都有分 different class, economy, premium economy, business class, and also first class. But in Sydney Care, 他们的产品是 first class, number one. The front seat on the top floor, the most premium tier. That's right. And look, the Asian families are very close. Unlike Aussie families, we see, you know, I'll come and see you on your birthday and I'll come and see you on Father's Day. But my experience of Asian culture and Asian families is close and they love to buy gifts and they're very health conscious. Yes. And of course, beauty conscious. So in my experience of traveling, I've seen lots of beauty shows and I've seen lots of products advertised. And after coming, during COVID, I really realized that now more than ever,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more conscious of what chemicals they're putting on their face, what chemicals they're putting in their body, or if they're traveling overseas to Australia, what gift are they buying when they get home to give to their mother, to their grandfather? What chemical am are I putting on your face? What chemical am I putting on my face? What chemical am I putting, or what product am I putting in my body? Now, it's not my job to talk about other companies. I only talk about Sydney Care. What you can be assured is, if you do your research, some of the other famous brands are not Australian owned. They're not Australian products, but they may be bottled in Australia. So literally foreign products bottled in Australia. Okay, let me translate. 所以它的意思是呢，就是如果你每次来到Australia的时候， Australia 可能你买的产品就只是 bottled， 就是在 Australia 包装， only the packaging is in Australia. In some cases. In some cases, okay? But everything in a Sydney Care bottle or a packaging is produced from Australia, manufactured and sourced from Australian product. Yeah,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说的，就算是产品的这个材质 ，OK， 原料，然后包装，进口都是在 Australia. OK. So I, on your behalf, of course, on your behalf, I invite the customers or the viewers today to really look at Sydney Care product, look at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and remember
you are buying a gift and you want that gift to be of health or of beauty. Yes, and you the want, best. That's right. And you want your mother or your sister or the friend that you're giving the gift for to enjoy the proper benefits of what they're putting inside the yes, box. Yes,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targeting the different parts of your body that the Cinecare health products do or the beauty products in case. Mm. I'm actually 150 years old, but I actually... You're 150? But I actually look about 25. What do you think? And I'm 25. Oh, same age. But it's all because of Cinecare products. Okay. Okay, 所以呢真的是他们家的老板就是要你们就是注意等一下我们会介绍这些产品主要第一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好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等一下我们当然也会有负责人当然就是当你们买东西送给人的时候当然就是质量一定要送得好当然要送得健康 OK 不要为了送而送所以呢当你们尤其刺进去的东西跟插在脸上的东西呢真的要好好的注意 OK 我其实有很好奇的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其实刚才老板说的那一整句你们都听得懂吗 如果其实你们听得懂的话我也不需要帮你们翻译 OK I was asking them do they really understand what you were saying because usually I do my live streaming in Mandarin Yeah so 如果你们听得懂的话 I do not have to translate if they understand right yeah. 所以你们让我知道好吗 如果你们不需要我翻译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我们就可以介绍更多的东西给大家 OK OK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for supporting and please do help us to like and share OK today thanks Matt for hosting us over here because it's our really pleasure. Our pleasure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Cinecare because it's the number one in Australia OK yeah, so 所以呢当然我们 听不懂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慧珍今天的工作就是做翻译 OK I will try my best to translate the channel 8 to every one of you OK channel 8 is a Chinese channel a Mandarin channel in Singapore lucky 8 OK yeah. 所以我尽量 OK 因为 sometimes I need subtitles so you know OK so I'll try my best to translate what Matt is saying yeah. to every one of you 所以 你们如果不明白的话呢你们可以打上来 我们当然也会一一为大家的解释 OK 我们今天主要我们不会嘻哈 可是真的 we focus on quality 我们就会呢真的很清楚的跟大家解释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些好产品真的我今天细心挑选的这几款呢真的是他们家的 top selling product OK today the items that I've picked out from Cinecare are their top selling products in their website in their retail store or even international so 今天的话呢你们主要真的 and the price is sui amazing sui you understand sui sui means that I'm telling that the price today is really good Very good. It's very very good so good price and good yes, product yes good price good quality and good product it's oh, really good. worth your money okay 真的会让你们真的物超所值的好吗 okay 所以谢谢大家 so when is the lucky draw you were asking hey I'm your lucky draw come on I'm your lucky draw okay because we're telling them that we are doing a giveaway yeah. to every one of okay. you who are here with us 所以呢现在 okay shall we do the lucky draw alread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Matt okay 所以呢现在 okay 我们 多分享多少了分享的人数 shares OK 400 518 418 418 OK 马上500 大家刚进来的朋友帮我们再一次的分享 OK 慧珍现在要跟你们讲今天呢我们来到 Cinecare 我们有什么好康要介绍给大家除了就是他们家超级棒 OK 除了他们家超级棒的这些产品之外呢我们也要做一个福利给大家就是呢谢谢 Cinecare 就是呢只要今天有下单的朋友呢我们都会给就是送出呢一支 OK 都会送出这一支这个泡泡 ointment 这个就是他们家呢 formulated 的 OK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棒还有 additional ingredients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抽到你的话呢大家没有关系你们也可以自己买可是这一个这一支哦泡泡 ointment 就是呢只要有在买任何一个 Cinecare 的产品我们都会附送一支给大家这个是 medium size 的啊 25g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大家只要有买任何一个就是 Cinecare 的产品我们都会送出一支无论价位多少然后呢继续的话呢我们现在 OK 可以现在聊吗可以啊 OK let's do it OK 我们现在呢我们一共有就是
100份，然后我们有50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分出就是现在抽、中间抽，然后后面再抽 ，OK？ 所以你们一定要锁定 ，OK？ 这个也是他们家卖的超好的 ，OK？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Blue Mountain City of Australia Eucalyptus with Tea Tree Ultra Facial Blending Mask。所以这一个的话呢，这一个面膜呢，目前就是他们在 Sydney K 售卖超级无敌的好的这个面膜 ，OK？ 很多人就算是敏感肌肤，或者是呢你的肌肤是比较偏干 ，OK？ 这一个的话呢，很好的修复，而且呢，这一个是算 Premium Mask，OK？、Okay? In Singapore, this is considered Premium Mask, but today.You don't have to pay super expensive for this because we have a very good deal for everybody. 所以呢，价钱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哦，物超所值。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一一为大家介绍。现在我们先抽出20套好吗 ？OK， 现在抽出20套，帮我刷一排留言上来 ，OK？ 留言打上来 ，Sydney Care，OK？、Okay? SINICARE OK 帮我拼出来这个 Sydney Care OK 打上 Sydney Care 的朋友我们先抽出20套 OK 20套然后呢等一下陆陆续续我们也会继续再抽出去好吗 OK 来 Sydney Care SINICARE Sydney Care OK 不需要 plus one OK 因为每个人只可以 plus one 只可以抽一套 OK 我们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包邮给大家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在 Sydney Care 的这个公司OK, Sydney Care 要黏着打哦，不是打 Since 啊 ，It's not Since, it's Sydney Care, S I N I C A R E， 黏着打 ，OK， 黏着打。然后呢，我现在也可以带大家大概看一下 ，OK， 他们家的这个 office，OK，、okay? 我们现在就是在。Sydney Care Australia 他们家的这个warehouse 然后当然也是他们 production 的地方 OK 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的会议所刚才我们就是在这里聊然后就是看到他们家的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产品都 feature 在这一边可是呢当然 OK 这几款呢就是他们家卖的特别特别好尤其是你们大家认识这个 airlines 吗？他们的产品呢也是有在韩国的航空售卖 ，OK， 就是 duty free shops， 或者是呢 ，you know Asiana Airlines or even Korea Air or even like Jeju Air or even at TWA or Air Seoul。所以呢，他们家呢真的是产品的 variety 很多，而且每个都卖到饼崩饼的 ，OK， 尤其是这两个 ，OK， 这一个。OK， 跟这一个卖的特别特别的好，等一下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 Australian Government 给的这个 TGA Certificate。OK， 这一个的话呢，真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有些人呢就是会就是利用这个 Certificate， 然后呢就是做出不好的东西。OK， 可是我们不会跟大家讲啦，好 ，OK。可是呢，在这里呢，他们很多的产品几乎都是什么？他们这里的产品呢，很多都是几乎呢。都是有 GMP practice 的这个标签然后呢他们的标签几乎都是有 Australian made 的这个 logo 在然后呢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是也是 natural 全很多都是用 natural ingredient 制造或者是 vegan friendly 所以就算你是素食者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就是吃他们家的这一些food supplement health food OK 所以呢这个你看其实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warehouse 我们现在在他的 factory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warehouse然后里面呢 ，OK， 因为我们今天不方便进去，他们在忙着其他的东西。里面呢，就是他们在制造的过程，从包装啦、制造啦，然后就是研发啦，也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工厂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你可以看之前，哎，这个我们等一下也是会售卖，这个也是他们家超级无敌棒的这个 24K Placenta Gold Serum， OK。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的话，哎，有没有？很熟悉这一个的话呢就是之前我们家 OK 新加坡的 duty free 也是有在售卖新加坡以前也是有售卖哦在 duty free 可是呢现在应该比较难找了然后呢韩国也是有售卖然后在韩国的航空也是有售卖然后当然在这个Australia 这里的这个 wholesale 很像 supermarket 这样子的也是有售卖然后新 Seagate OK 去到韩国必逛的免税店都有售卖所以呢其实老实来说他们家的这个distribution 是算蛮大的所以呢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售卖他们的产品所以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啊 first time ever
we are reaching out to customers in Singapore and also Malaysia. Okay, Singma. Okay, Singma. 今天是第一次 okay, it's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we are reaching out to this group of target market.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福利真的是太好了，真的要谢谢 CineCare。 然后我真的准备 okay, 准备呢就是呢跟大家讲说呢，他们家的产品真的，如果你们需要时间就是听的话呢没有关系，等一下你可以看重播，可是呢真的不要错过 okay, 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跟他们继续长期的合作，然后呢只要在新加坡的朋友，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只要如果你们随时想要 Hey, I need to stock up my food, I need to stock up my skincare, 来找慧珍 OK, 知道啦。所以呢现在我们准备要抽出20位朋友，等一下我们还会抽哦，所以呢大家你们可以就是锁继续留守着我们的直播 OK, 等一下我还有一位美女姐姐要介绍给大家 OK, 来。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给我你的电脑 OK, 我需要你的电脑读看那个 Venus OK,你先你站过来这边 OK, 你站过来这边来 OK, 所以啊现在呢 OK, 我们的电脑我们会用电脑系统抽哦，所以呢只要就是有打上 CineCare 的朋友，我们就会就是你就会就会 entitled for the draw。 可是啊跟大家讲，除了打上关键字之外呢，你们一定要 like 这个 post, 你们一定要 like 我现在的这个直播，当然也要分享出去，不然 system 是不会 capture 到啊， system capture 不到的话呢就不好意思，你的名额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单上面 OK, 所以来我们先按那个 button draw OK, 来哎呦呦的啦 draw button OK, 所以来我们按那个 draw button, 已经 draw 了吗？有吗 OK, 所以来以下恭喜这20位朋友 OK, 所以这些朋友他们会收到连接哦，是不是对吗？会收到连接哦，所以恭喜以上这哦，你可以拿近一点吗？还是 zoom 你的？你 zoom 你 zoom 啊，你 zoom 你的电脑 OK, 来，所以以下这20位朋友恭喜你们 OK, 我们也会冰上去，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还会送出多30套 OK, we will still be giving away 30 sets later on, so please continue with us so that you can you know win this home and give it a try OK,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他们家的这个产品 OK, 所以不要伤心 Don't be sad, okay? Don't be sad if you didn't win the lucky draw, because now 我要把美女介绍出来了 okay? 美女姐姐 okay? Receive link, thank you, 谢谢大家 okay? 然后继续收看下去，然后继续再一次的帮我们分享出去啊。然后现在呢，我要邀请美女姐姐一起出来 okay? 一起来介绍呢他们家的这个产品 okay? 她呢就是我们 CineCare 的负责人 okay? 她呢其实她很漂亮，我给你们猜她是来自哪里的好吗 OK, 然后现在她有点紧张，她开始 nervous 了OK,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掌声鼓励鼓励，欢迎 Jean。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她很漂亮哦，她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她长得很像娃娃，真的。你自己本身也有在用 CineCare 的产品？对，我们在用，对，哦，得要用，老板在得要用老板刚才一看到我就问说哎，怎么你觉得我脸好吗？我就我第一次看到你，对，所以他就讲嗯，真的，你们看我皮肤多好。所以他们一家都是在用 CineCare 这个产品 OK, 所以呢 Me never win, no worries, we still have 2 more rounds of lucky draw OK, later we will still continue, but right now OK, right now we are gonna show you 这一个。你刚才有跟我说在一年你们的售量是多少？我们一年这一支就能卖20万只到30万只，20万只到30万只就是200到300千只 OK, 这一个我跟你说，刚才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大爱了，我跟你们说，因为呢真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啦，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不要跑掉 OK, 很多就是呢他们就是都会用 mouth spray, 可是呢有些 mouth spray 里面含的那个 alcohol content是非常的高的，对，你可以很重了，对对OK, 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你们家这一支是那么的棒？我们家蜂胶口喷呢，它不仅有含有蜂胶，它有没药、金盏花，就是所谓我们叫中草药的这种成分，它是一个复合的成分，所以它首先是口感没有那么苦，蜂胶本身有那么一点点苦，对，你知道，大人小朋友有些他们真的是那个蜂胶一喷进去，对，反正太苦了，太呛了。
可是真的，他们家的 Propolis spray 啊是甜的，因为为什么呢？它里面是还含有麦卢卡蜂蜜，麦卢卡蜂蜜，所以这个口感是比较温和的。对，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就算小朋友也能接受的味道。小朋友有建议就是几岁以上可以，就是可以，只要小朋友能接受的话，两岁以上是都可以。两岁以上都可以，而且真的，他老实讲，他的这个 propolis spray 它的味道不难闻 ，OK， 真的不难闻，而且呢，真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就是接受的。而且这个的话呢，里面它也是有添加了这个 calendula， 就是我们每次在 skincare 里面找得到的这个成分，所以主要的话呢，这一个是叫，为什么是叫 anti pollution？ 我们像 anti pollution 的话，我们有雾霾，我不知道新加坡怎么， haze， 对，新加坡也会有雾霾，也会有 haze 这种很多这个微尘啊，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喉咙，也很容易让你这个免疫力低下，很容易被感冒，所以我们是。对，我们是为了防止这些感冒啊，这种问题。所以这一个的话可以说是医疗级吗？可以说是医疗，可以说是医疗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medical grade 的一个 propolis spray， 所以这个的话不是一般市场上，比如说有的这些 mouth spray 是可以预防的。知道了哈 ，OK， 大家这个真的跟一般的 propolis spray 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一个的话呢，它的味道不会苦，然后也不会呛，它就是呢，你一喷进嘴巴，你会感受到淡淡的薄荷味，然后呢，淡淡的这个蜂蜜味，所以呢，完全是不会呛，就是完全不会呛的，都 OK。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这个我本身大力推荐。OK， 它就是可以帮助呢舒缓，就是如果你有口臭的问题，或者是呢可能你啊坐飞机太久，然后跟人家太久没有讲话，嘴巴会口臭，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对你的口腔的这个卫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真的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用 ，OK。所以这一个同样呢，也是他们家的这个主打之一 ，OK。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制造的时候呢，是用蜂胶，然后呢，它就是很好的就是抗菌 ，very good in antibacterial。然后这个也是 anti pollution 的，所以呢，就是 haze 啦，或者是烟霾啦，比较不好。空气污染的这个情况下呢，你们用的话它也是可以舒缓的 ，OK，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卖点，不是每一个mouth spray 都可以达到这个的功效，所以这个真的很好 ，OK， 所以大家来，我们准备上课咯，大家这一个的话呢，他们其实在在 Australia， 这个是 Australia 的价钱对吗 ？OK， 这个是在 Australia 他们的价钱。一支 OK， 他们在 Australia， 他们售卖一支的价钱是新币33块 ，OK， 这个是他们的官网哦，33块，不是新币，澳币 Australia， Aussie dollars， 所以呢 ，when expiry date 这个 expiry date 是大概多久？26年 ，OK， 2026啊，2026年，然后呢，同样这个也是刚才就是老板所讲的这个标签 ，OK， made in Australia， 然后呢，这个提取物也是 ingredients 都是在 Australia， 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我们今天卖价只需要17块钱新币，对吗？ OK， only $17， 只需要17块钱。要的朋友帮我马上打上来， OK， 因为Mirror， 你帮我 trace 后面好吗？ OK， 所以呢，要的朋友帮我打上来 SY64+1， OK， SY64+1。还有哦，就算你今天买这个 propolis spray， 我们也会附送你那个泡泡 ointment， OK。只要有买任何的Cinecare 的这个产品，我们都会附送一支 ，OK， every order 就是一个单里面，我们都会附送一支这个泡泡 ointment。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一个的话呢，刚才我真的听 Jin 跟我解释过后，真的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是 different， 真的是不一样的。OK， 所以这一个的话是 25g 啊，所以要的朋友打上 SY64+1， 一支只需要17块钱。然后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运费，我们今天运费呢买满多少钱？买满我们这是 flat，OK。今天的运费的话呢是8块钱 ，$8，OK、okay?。任买只需要8块钱，然后这个的话呢，我们出货的时间大概4到6个星期左右 ，OK，4 to 6 weeks，OK，4 to 6 weeks。大马朋友可以买吗 ？Cassandra，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的话呢，马来西亚的运费会是比较不一样，可是欢迎 PM，OK，、okay? 欢迎 PM 会真好吗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真的大力推荐 ，because it has anti pollution function，OK，、okay? 所以这个的话呢，如果
就是你们真的你们想试试看的话，欢迎 OK， 在这里是卖得非常好，包括在就是飞机上也是卖得很好，或者是在韩国的免税店也是卖得超级无敌的好的 OK。 要的朋友 Cassandra 你先帮我打上来关键字 OK， SY64+1 SY64+1。 然后也听好咯，到时候如果我们回去新加坡，我们可能会就是跟他们长期合作，所以可是呢到时候可能价钱也会不一样，或者货有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先打上来 OK， 先打上来啊。 SY64+1 这一支呢是多少 ml？ 它是 30ml OK， 30ml 30ml 只需要$17 only $17 OK 下OK， 所以呢打上来啊大家。 SY64+1 SY OK SY64+1+1+2+3 都可以 OK OK 吗 OK。 就算 OK， 我们这里留言已经开始有点卡了，大家如果你们询问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的话，欢迎 PM 我们，然后 Admin 如果他们有特殊的问题你帮我raise up OK 好吗 OK。 每一个 order 都会附送这个泡泡 ointment 哦，好吗 OK。 来继续，我想要介绍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OK。 这一个我看到它的价钱，第一我被它的价钱吸引，第二我被它里面的原料所吸引，因为这一个和你来说吗来吧，我来说吧，你来我要这一支、这个 OK， 哎里面 sample、对，因为我们刚才猜出来对这一支 OK。 里面有三支哦 by the way OK。 来这个是我们的羊胎素眼霜，羊胎 素你们这里的 percent 主要都是用羊胎素来做，羊胎素对的啊 sheep percent 啊 sheep percent percent placenta 羊胎素 OK。 I got also on my tongue so later I need to spray more spray the properly spray OK。 来这个的话来姐姐好好介绍。这个呢我们是前面带这种滚珠的、看得着、它有罗勒的哦，对对滚珠、可以直接这样子滚滚滚滚滚，它就慢慢的这个液体就出来了、然后你滚到你的眼周就好。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 placenta， 因为澳洲新西兰这边的羊胎素我们是用最科学最安全最卫生的方法去提取的、它不会对这个羊小羊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这个的话我刚才有尝试到一下它的那个触感、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主要你擦在眼睛的周围哦，其实它也不黏哦，它是很 light 的嘞，它是不像一般的 eye cream 很黏、然后很 thick 很 heavy， 虽然它里面是浓缩的，主要那个 placenta 呢是可以让里面的精华更好的就是进入到你眼睛周围的这个皮肤上。真的我们每次我们卖护肤产品哦，最贵的就是eye cream， 因为眼皮这里的皮是最薄的，所以呢当然你们不可以用其他的 skin care 就放在眼睛这里，不然很容易长颗粒，或者是很容易就是呢出油泡，或者是就是会阻塞这里的毛孔啦。所以这个 Irene yes have eye cream， this is the eye cream that I'm talking about that is really good OK。 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主要它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因为 placenta 自己本身就是很多的胶原蛋白，就是羊胎素，可是呢当然我们使用的羊胎素是帮助细胞再生，帮助细胞再生，对对，然后是你的这个细纹，去细纹是非常有效的。OK， 为什么会选择羊胎素？因为羊胎素它是帮助你的细胞再生的一个成分，它羊胎素的这个细胞是跟我们人体细胞最像的，最接近的哦。所以大家，又上一课了。所以呢，大家知道了，所以这个里面是含有羊胎素的这个眼霜。OK，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真的也是非常的 light。OK， 它是非常的就是细。它的那个里面的这个精华是非常的细的 OK。 当然这一个的话呢真的价钱也是非常的好，而且里面是有 natural oil 是吗？是有精油吗？有精油的，也是有精油的、可是这个精油是适合就是放在眼睛的周围哦。这个算是 eye cream 吗？这个是 eye cream 眼睛精华 OK。 这个的话呢 it comes with a roller， 所以呢不要用手去就是按摩它，只要轻轻的就是来回3-4次就可以了。对，然后呢就是也是可以帮助减少你这里眼睛周围的这个MRT 线 OK， MRT line WiFi line 这边，还有呢就是 dark eye circle 也没有问题 OK。 今天我很想给他们看价钱，因为真的我们今天的价钱真的是特别的好 OK。 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就是呢他们官网售卖的价钱，这个价值要$90 OK， $90 Aussie dollars， 90 Aussie dollars， 90块。可是今天 OK， 今天只需要
49块钱 ，OK， 49块钱你会收到三支哦，一盒里面会是有三支 ，You will receive three rollers eye serum rollers in one box， OK， 一盒里面会有三支，然后呢，我们还会再附送你多一支泡泡 ointment，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真的这一次。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太好了，是不是？这次也是你们第一次做直播，真的、嗯。所以你看，他们真的很有诚意的，就是想要把他们的产品推广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市场。per order， 对，每一个 invoice， OK， 每一张单， OK， 每一个 check out， OK， 每一个 check out， 我们都会附送一支泡泡 ointment， OK， 都会附送一支啊。所以这个 ointment， 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想要购买更多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会售卖， OK。所以要的朋友打上来关键字哦， SY54+1 一套只需要49块钱，然后我们的邮费是一律 flat fee 8块钱，然后呢，我们4到6个星期过后就会收到了。OK， 4到6个星期 for 这个 Cinecare 的这些 products 哦。OK， 其他的有些是 express shipping， 所以呢，我们26号开始发货，可是这一个 Cinecare 的产品4到6个星期就会收到了，好吗 ？OK， 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在以下留言 ，SY54+1 at only $49，49块钱而已。OK， 来继续，所以算到来一支才10块10多块，15块这样子也真的很值得，真的很值得。有人问。眼下有很多油腻会有帮助吗？对，这个是可以的。来来来，姐姐，来，我们发问多一次。眼下有很多油腻的话、会有帮助吗？会有帮助的，因为油腻它就是一个皮脂，因为皮脂分泌太多、我们这个是修复你的细胞，然后让你的这个皮肤修复过来、让你的毛孔收缩、让你的毛孔收缩，你的油脂就不会那么多的去分泌了。明白了 ，OK。所以这个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可能代表说你现在用的 skincare 可能是不适合你的皮肤，可能是太油 ，OK。所以呢，你们用 skincare 的时候，尤其是眼睛周围这边，如果太油的话呢，尽量不要放在你眼睛的这个周围，不然真的很容易生油泡哦，好吗 ？Can you be on screen or 你 OK 吗？괜찮아 OK， 잠깐만요 오빠 잠깐만요 How Korean OK me know a little bit of Korean no problem OK 来，所以大家，所以那个是刚才我们的 eye cream OK eye serum 3合1哦，你们会收到三支 eye cream， 还有一支泡泡 ointment。 然后继续呢，我要介绍的这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家哦，姐姐哦，刚才你们有记得吗？就是刚才我们到处在逛的时候呢，就是有看到的这一个东西 ，OK， 这一个东西呢，就是在他们的海报上，这一个的话呢，也是目前在韩国销量特别好，在韩国的这个空中上面卖的非常好，就是很多航空公司他们在他们的 DFS 的那个 catalog， OK， 那个 catalog 可以给我吗？他们的那个 catalog 里面也是就是有在 promote 的这一个 supplement， OK， 这个 we call it health food 啦， OK， call it health food， 这个是保健食品， OK， 这是食品级的。然后呢，这个你看他们在飞机上面他们也是有宣传这一个，然后他们卖的好贵他们很贵，价钱真的是不便宜。因为呢，这一个是他们这里的主打，这一个呢主要就是针对于高血这个 high cholesterol 高胆固醇 OK 高胆固醇。可是呢，这一个的话呢，同一时间它也可以帮助你的肝 OK， 也是可以补充你的肝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 fatty liver 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用的，对吗？也是可以就是 consume 的。这个的话，我就要拜托再一次请姐姐就是来为我们介绍这一个好吗 ？OK， 这一个 OK 啊，对，有任何问题他会介绍吗？他可以的，他可以讲 OK， 好 OK。现在呢，我要邀请帅哥，我们今天的直播太多帅哥美女了 ，OK。所以现在呢，我要邀请这位帅哥出来 ，He's from the Korea，OK，from the Korea。Now we are in Australia。然后呢，这位帅哥他是药物师吗？对的，他是一个pharmacist，OK。Okay? 所以他真的。药剂师，所以呢，他是药物师啊，药剂师 ，sorry， 所以他是药物师，就是专门嗑药的，是不是？所以药剂师就是专门研发做出来的这些保健食品。OK， 现在呢，your name please， Daniel， 大牛哥来了。OK， 所以现在呢，我们马上要邀请 Daniel， 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呢，为我们介绍这一个为什么那么的厉害。OK， Can I have Daniel please？ OK， 来，掌声鼓励鼓励，欢迎 Daniel。安
why Malaysia. Malaysia. Oh, even in Australia. Australia. Yes, he's from Korea. You're from Korea or from Australia? Korea and Australia. Korea. Oh, I love Korea too. Oh, thanks. Yeah, the kimchi, yes. The kimbap, 대박, 맛있어. 所以呢,他就是我们的药剂师. 所以呢,他就, are you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for this product? Yes, I'm p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area. Oh, okay. So, can you tell me more about this product? Sure. So, PF1000 is manufactured in Australia. So, we are obviously source all the raw materials in Australia. We capsulate it in Australia, we pack it in Australia, so everything is in Australian made. Main active ingredient in a PF1000, as you can see. What does it mean, PF1000? PF1000 literally means it's got a polycosan like a fucoidin. Fucoidin is generally a seaweed, a natural raw material that we source it to put it into the capsules. It's also got a milk sisal. These two ingredients are very popular for liver care. Liver care. It also helps. Liver care, 华语护肝 Is it because in Korea a lot of them drink a lot? That's right. Yeah. So you had a little of a big drink last night. You take one of these, it's gonna help you the next morning. So next morning you'll feel great. Why the PF1000 is really popular in Korea for those who also love drinking, but also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take a general good care of their liver. Yes, liver. So milk sisal, it's got milk sisal, octocosanol, and fucoidin. So these three raw materials are perfect for the liver. Okay, so I don't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ingredient because it's too difficult for me. Right, we have the main three ingredients. Can you say again? Milk sisal, milk sisal, fucoidin, and then octocosanol. No. Okay, that's so these three ingredients is what you need for liver care. That's right. So these three ingredients is what you need for liver care. So these three ingredients is what you need for liver care. So these at what age can they start consuming this? From early 20s to any age above that is also Does that mean that in the market liver care, not every product contain these three ingredients? It might contain, but it might not contain as much as the input that we put in our capsules. So one of the key things is that we put a lot of a milk sisal in here. So as you can see, it's 35,000 milligram in it. So you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this amount of your number in the market. So this is a concentrated milk sisal in the product. In the product, which will give you that boost in the liver care and the cholesterol. Okay, got it. Yeah. So Channel 5, Channel 8 now. So it has 意思讲说呢，在这一个护肝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这三大成分在里面。可是主要它里面的含量，你不可能会找到比我们还要多。Yes. Okay, so有人问啊， does it help to improve situations of people having fatty liver?Yeah, so this will help with the liver, also it will help with the cholesterol as well. So in overall, it will help that, it will aid that in the area. 所以如果是高胆固醇的朋友，这一个就可以开始就是服用，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们里面的含量is the intake suitable for daily consumption? It does, right? Yes. So regardless of age. Yes. Okay. 所以它里面的含量呢，也是在就是研究的时候呢，无论呢大大小小的朋友，你们也是适合就是consume 的，就是适合吃的 ，OK。所以大家这一个的话呢，真的我真的蛮大力推荐，因为可能现在压力非常的大，大家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 ，many young you know young children they start you know having you know stress or even young, unable to sleep early because you know of personal interest. It's harmful for the liver as well. Yeah. 所以这个的话呢，如果就是真的小朋友真的他们长期熬夜，或者是从很年轻开始就经常熬夜，没有就是很好的就是好好的睡觉，或者是没有好好补充你们的肝 ，OK， 的话，真的以后真的会有很多问题。What would happen if there is like liver failure? 就是如果 liver failure or is that the term? Liver failure. Yeah,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肝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话，会有什么问题？So this is a supplement. So this will aid at the sideline. So this will support your overall liver health. So even though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kidney, this will assist in regrowing liver care.
so does that mean that 就是 does that mean that 就是就算现在可能你的肝硬化，或者是你的肝已经有你有 liver failure 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对对对，帮助 improve the daily you know function of the liver。哦，咦，贴吧。哎，所以我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算就是你们现在面对肝的问题的话呢，就算已经就是肝硬化的话，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就是 improve 就是它的正常运作，所以这个的话终于找到有药可以医了，所以你们知道了，大家这个不是药物类 ，OK？ 我们要讲的是 ，these are not medications， these are all health supplements， OK？ They are food， OK？ Health food， 所以他们都是呢保健食品，他们不是药物类，所以呢建议 ，OK？ What is the recommended consumption？So as you can see on the back of the on the packaging, mm-hmm. we do have directions for use for mm-hmm. one capsule a day. Mm-hmm. The reason why we set it as a one capsule per day, as mm-hmm. I mentioned before, it's got a very high dosage amount of milk thistle. Mm-hmm. So it's got 35,000 milligrams of milk thistle. That's why we highly recommend to take a one capsule mm-hmm. a day, and this will be enough for, mm-hmm. for everyone mm-hmm. to get that liver mm-hmm. support. By taking one capsule per day. Got it. Yep. Okay. So this one, 每天呢，empty stomach.Yeah, that's still okay. Okay, well. 所以这个的话呢，你早上起来空腹吃是最好的。Okay, 保健食品当然是空腹吃是最好的。Okay, beside milk thistle, the other three major ingredients, please. They want you to repeat the other three. Ah, so it was milk thistle, it was a phycoidin, and there was an octocosinol. Yes. Okay, if you get it, you get it. Okay, if you need the photo of it, we can send it over to you. Okay, if you want the other ingredients, is there any other ingredients in there? No, those are the key main. Okay, these three are the main key active ingredients.、Mm. 所以呢，这三个的话就是它的 main key ingredients.这个产品，可是如果你想要知道呢，里面还有什么产品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给你，没有问题。OK，Thank you very much, Daniel. OK， 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价钱咯。今天这一个的话呢，在他们的网址售价，这个 for 这个是多少 caps？ 这个是 30 OK， 这个是30个 capsule， 把你们三十个 capsule 的价位大概是多少？Selling price 130这样子，130在免税店是卖130澳币 ，OK Aussie dollars 左右。可是今天呢，我们只需要来讲到这个，我很开心，因为真的价钱非常的好。OK， 今天的卖价呢，只需要110 ，OK， 打上 SY57+1， 这一个的话呢是30颗 ，This is 30 capsules， and our capsules are also vegan friendly， 所以就算呢你是素食者的话呢，你也是。可以服用的，没问题。OK， Hi， we have a question from Davis. Will there be supplement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glucosamine? Do we have any glucosamine? High blood pressure 跟 glucosamine. OK， let us take a look. OK， 我们找一下。OK， 哇，我们的哇，我 I feel like I'm in a pharmacy now. OK， if you have any issues, any health issues, let us know. We can recommend you everything because we have our chemist with us. Chemist， we have our pharmacist with us today. Chemist， OK， chemist. 所以呢，真的今天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呢，他们都是合格 certified 的 chemist， certified pharmacist. 所以呢，有什么关于就是 health problems 的话呢，都可以在这里一下留言问我们，可是当然只限在直播的时候就是问，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也是可以去找医生询问，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30 capsules 的话只需要 SY57+1 110 OK 110 for one box， OK， 一盒的话呢是30天，就是一个月的含量， OK， 是 for 一个月，每一天呢空腹的时候吃一颗就可以，就会好好维持你的这个肝， OK， 肝这个器官真的是很重要，当如果你的肝硬化或者是你的肝就是 failure 的话，就是肝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话，你真的身体上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OK， 这个就是那个 main three ingredient， OK， 很 cute 哦你们。 OK， in case you all don't understand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se three are the main ingredients that is active in the healthcare supplement。 OK， 这个介绍一下吗？ OK， 可以来我用中文介绍一下这三个成分好吧。嗯，第一个milk， 第一个最主要的 milk thistle 就是我们的中文叫奶蓟草，奶蓟草，奶蓟草就是我们的护肝，然后清理这个肝脏内的毒素的奶蓟草。第二个叫普利醇，普利醇，我们可以Google 一下，普利醇它是清理血管的，清理血管的，它可以 boost 你的奶蓟草的这个功效。第三个叫
这叫什么？不好意思，墨角。第三个叫墨角藻，是一种藻类，但是这个墨角藻是只有在新西兰、澳洲这些海域出来的，然后它是可以预防癌症的效果。对，就这三个成分，一个是奶蓟草，第二个是普利醇，对的，第三个墨角藻是预防癌症的，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预防就是癌症的这个 cancer cells from forming， 就是癌细胞，就是这个也是可以防止。所以这个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大家真的要健康的话要把它买起来。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是 SY57+1110， OK， 一盒是110，是有30颗好吗？ OK， 来继续。 OK， 刚才有朋友在找就是其他的这个那个保健食品给我们一下子好吗？ OK， 继续的话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一个，他们家也是卖的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就是 Premium Active Propolis Complex。 OK， 这一个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非常好的，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提高我们自己人体的免疫力。可是呢为什么这个叫 Premium Active， 为什么呢这一个的那个含量而且也是比较高哦？所以我们现在又要请 Daniel， OK， Daniel again to introduce this product for us。 OK、yes. can you intro us? Yes, so this is another popular product, which is a Premium Active Propolis Complex. Mm-hmm. It's got a multiple raw material in it. Mm-hmm. So we have a propolis as well. Mm-hmm. At the same time, we got an elderberry as well. Mm-hmm. We got a mirror. Mm-hmm.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bit unfamiliar, mm-hmm. but it's one of the popular herbal raw material we widely use in skincare. Mm-hmm. It's also got a vitamin C as well. Mm-hmm. And also it's got a zinc at the same time. Oh, so it's got okay. five main raw materials inside the one capsules. Mm-hmm. Propolis is widely known for their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Mm. So these are very good for yes. Inflammatory. That's correct. That's right. 这个就是如果你身体很容易发炎 ，how do I know I'm like in my body is inflamed? So generally, if you feel like inflamed around, especially around your joints area or your muscles area, propolis also aids with symptoms of cold and flus. So if you generally have a very low immune system, mm-hmm. you tend to get those colds and flus quite oftenly. Okay. So propolis is where it kicks in. It helps with those colds and flus. It also helps with you to elevate your immune system as well. So propolis has been out on the market for a very long time. Very long time. There's many different kind of properties. Yeah, yeah. And it's very popular and very famous for their antioxidant properties as well. 抗氧化，然后又抗菌。然后又消炎。刚才我们就是讲说呢，怎么知道你身体是发炎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就是你的身体就是经常有关节的疼痛joint issues or muscle cramps or muscle cold, 如果你很容易经常感冒伤风的话呢，就是代表说你身体的免疫力是不足的。所以呢 propolis 就是蜂胶非常有效，就是可以帮助就是提高你们的免疫力，就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就是经常感冒伤风。 and also It's a good prevention for flus as well. That's correct. 所以就是感冒的这个问题，或者是or even viruses infections. Yes. 就很好的一个预防。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是 is this like a basic supplement that you have to get, like for everyone, like let's say if for immune, this is the basic deal. Oh yeah. Yeah. 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一个保健 that 你们需要就是吃起来的。Because propolis is so popular for their for helping the immune systems, and then ever since COVID-19, everyone's so alerted with their immune systems, and they want to help with that. So ever since then, propolis was very famous before the COVID, but even after COVID, the request they needed for propolis after that was so for them demanding. Because of the good immune system that it provides. So, you know, propolis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key raw material that really helps with the antibacterial. 对，所以你们很多朋友就是中了就是那个冠状病毒过后的话呢，真的很多朋友真的对 propolis 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 That's why 我们有一个问题， Selfish Boy 问 My bird sometimes cramp can eat. I think we have a maca root, right? For males vitality. I think you need that, but not I think he needs to drink that. Okay. PM. He has some issues with his, you know, male organs. Yeah. So, 如果你有需要回来，欢迎平言。Okay. 可是我还没有要卖那个产品。Okay. 还没有卖那个产品。Okay. He has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his organ. Oh, yeah. Right. I think we can help him with that. Definitely. Yeah. Definitely. Yes, help him, yes. Yeah. Okay, so this will help you also because your immune system is not very good. So correct. That's why you have
like that issue, okay? 所以这个也要买起来， OK? OK, thank you very much, Daniel. 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一盒里面是有30颗 vegan capsule,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你们就是可以for children, is it recommendable?Recommended for this? Yes, but it will be recommended to take it before when they turn into an adult or teenager at least. Teenage, yeah, 就是至少成年以上 at least 20 and above? Or even lower. 18? 16? 15? Right, junior high school kids. 15, 16, well, yeah, okay, about 16. Yeah, yeah. 16岁以上的小朋友也是建议可以吃这个。然后呢主要因为它全部都是 capsule, 所以呢如果他们是不会吞 capsule 的话 can they like put it inside their milk or even like coffee?Would that be okay? Just okay, 最好还是要会就是会吞就是这个 capsule, 所以这个的话呢建议是这样子吃法，然后每一天的话呢吃一颗就可以了，早上吃一颗就搞定了好吗？然后这一个的话呢来价钱要来啦大家，这一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棒，这一个这个价钱哇也是哇我看了哇哇哇哇 OK 也是便宜 OK 也是比较便宜，所以呢今天呢大家要的朋友打上来 SY58+1 SY58+1 一盒的话呢只需要60块钱，这个一盒的话呢它是里面含有30颗 OK 30 hard capsule, 所以这个只是 one month consumption, 所以如果你这一个的话呢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说如果你是吃保健食品的话至少你要吃3个月你才看得到它的效果的，所以这个是要长期服用，不是每一天然后有几天没有吃不可以啊，这个的话呢当然你要把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就是搞好的话呢真的建议每一天都要吃，然后最少要吃3个月好吗？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也是他们在韩国国在别的国家也是售卖的非常非常好的， OK, 所以要的朋友打上来 SY58+1 一盒是60块钱 for 一个月的这个含量，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打上 SY58+1+2+3+4都没有问题， OK, 然后继续的话呢刚才我们就是有朋友就是讲说他们要找就是关节的啦或者是女性啦或者是就是高胆固醇高血压的有吗？有，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可是现在我想请问就是大家你们还要我抽奖吗？要抽奖的话打上来 OK, 因为呢我们还有就是30套的这个面膜我们要送出去 OK, 所以关于刚才之前的那个 IC 吗？有人问可以去除眼袋皱纹吗？可以 OK, 可以，这个我们该讲了，可以可以啊，你 reply 他，你 reply 他可以没问题 OK, 刚才的那个 eye serum 那个真的要买上来，3支才49块钱 OK, 有要我抽奖的吗？有的话打上来，要 OK, 要的朋友打上来 OK, 如果我这里看没有什么人打 sorry 我就先不抽OK, 帮我看一下留言 OK, 有朋友打上来吗？想要抽奖我们要送出呢这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很好用的这个面膜 OK, 这个叫做Blue Mountain City of Australia Eucalyptus with Tea Tree Mask OK, 这个是 Premium Mask 来的大家，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今天要送出30套，每一包呢我们会送出两个的这个 sample 给大家试试看 OK, 也是包邮哈 OK, 所以呢现在呢关键字打上来 OK, 关键字 for 这个 mask 就是SYD OK SYD OK SYD 打上来 SYD stands for Sydney OK SYD 打上来我们会抽出20位幸运朋友 OK, 然后呢提前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要点赞 OK, you must like OK, must like this live stream and then you must share this live stream as well, must like and share this live stream OK, 一定要有分享哦，因为我们今天是用系统来系统就是来抽奖，所以呢系统如果没有抓到你的关键字或者你没有点赞你没有分享的话系统是抓不到你们的这个关键字的哈 OK, 所以呢现在帮我刷一排 SYD 打上来 SYD 打上来，然后呢我给你们20秒的时间20 seconds 20秒时间呢我们就要马上抽奖了哈大家，然后呢后面呢我们还有 Sydney Care 他们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好的这些护肤产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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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好康真的是质量啦，我觉得 quality OK,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呢大家等一下你们可以慢慢的收看，或者是放工过后的朋友你们也是可以继续看重播 OK, 妙时工打错了是 SYD OK, Sydney 的这个 short form OK, SYD OK, SYD SYD 打上来 OK, 我们会送出20套哦，现在我们会抽出20套 OK, 抽出20套，所以呢一定要有分享这直播 Annie 你没有分享直播哦，你没有分享直播
系统是抽不到的 ，OK？ 如果呢有分享有点赞，系统才抓得到你们的关键字 ，OK？ 来，所以呢，现在我们倒数五秒 ，OK？ 五秒我们就要马上抽了，好吗 ？OK？ 五、四、三、二、一 ，Christine is S Y D， OK？ Y for Y for Y for 雅各雅各 ，OK？ S S Y D D for Denmark。S for Singapore, OK, SYD 打上来 ，OK， 所以啊，我们现在准备要抽出二十位幸运朋友咯 ，OK， 来，等一下，来，所以 Let's do the draw 这边 ，OK， 来，三二一，噔噔噔噔噔，二十位幸运朋友哦，你们就会收到你们的连接在你们的 Messenger， 然后呢，哎，来这边，哇，留言跳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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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给我们一些时间，来，有吗？OK， 来这边，这一个就是我们恭喜第二批的这位幸运朋友，你们即将会收到一个连接在你们的 Messenger。可是呢，如果没有收到的话，朋友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因为呢，等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套有送出去给大家。OK， 跟大家讲哦，你们今天呢，真的只要有买任何 CineK 的产品，都会送出一支他们家非常棒的这个泡泡 ointment。OK， I want a mask， thank you， no worries。OK， 然后我们会把它 mail 出去给你啊，大家。我们的 delivery 是四到六个星期哦。OK， 你要 check 你的 letter box 有没有收到这个，好吗？继续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就走这一个吧 ，OK？ 这一个的话呢，其实这一个东西哦，我刚才也是有大概的比较一下，他们家到底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保健食品。其实 CineK 他们主要是卖保健食品的，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系列的产品 ，OK？ 比如说 skin care 啦、hair care、body care 这些都有。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是他们家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这个保健食品，因为呢，每次在市场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补关节 ，OK， 补关节或者是鱼油 Omega 都会有很多种。可是呢，这一款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呢，它是有 Blue Shark Cartilage， 然后呢，它也是有 Green Lip Muscle， 就是我们的青口。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它主要就是可以帮助你的关节的问题。当然 ，OK， your joint and cartilage health。当然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帮助，就是舒缓，就是你的关节的这些发炎的这些状况。刚才我们 Daniel 就有讲说呢，如果就是你身体出现发炎的状况，就是 inflammation 的话呢，很容易就是有关节疼痛的问题。所以呢，很多在市场上呢有关节疼痛的问题，你第一你是要先吃 joint health， 就是要吃钙质非常高的这些保健食品。第二，你就是要吃就是消炎的这个产品，同一时间你才可以呢就是把你的这个 joint health 就是把它就是搞好。不然的话呢，你单单吃其中一个的话是其实没有效的。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二合一，是It's a two in one because it can help you with relieve mild joint inflamm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help to support your joint. So, this one, you after consuming this, do they still have to eat calcium? Actually, it's fine, right?其实你吃了这个，你也不需要吃额外的钙质，不需要 ，OK， 真的不需要。而且这一个的话呢，主要是两大的这个成分。可是我很想问他，为什么要选择用 Blue Shark Cartilage， 还有就是Green Lip Muscle 来制造这一个保健食品 ？OK，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OK， thank you very much。然后继续帮我分享。然后呢，真的，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呢有需要到，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产品，拜托不要吝啬，这个东西 good things must share to everyone， 把他们带进来。我的直播，因为今天会是我们最后一天在 Australia 了，好吗 ？OK， sorry， Daniel， I have a question. Why, instead of any other animals, OK? Why? What is the reason why you guys chose like you know blue shark cartilage and also green lip muscle in the making for this product? So green lip muscle is very. OK， 我们来询问为什么就选择这两个 ？Why not anything else？Okay. So green lip muscle is very popular for a joint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we just have we also have a green muscle cream as well. The joint cream we tried earlier. Yes. That's right. Yeah. So it is that popular. That's why we also make a product in a cream, but also we make it into a capsule as well. So green lip muscle is very popular for a joint for a bone. I have a question. Yes. Does it lead to like high cholesterol because it's seafood? Oh no. No.
or 不会哦, no, okay, no. Just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if you're having high cholesterol, can you consume this? Yes, of course. No problem. Yeah. Yes. Okay, no problem. Okay. Okay. But it would be best to speak to the practitioner before they actually take it.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commonly safe. 所以如果就是你们有就是很严重的这些问题的话，最好还是问一下医生会比较适合啦。 Okay. What about blue shark? Why shark like, you know, black shark, white shark, yes. Why blue shark? Why not blue whale?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black shark, but then for even blue shark is still popular for joints.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one contains a substance called chondroitin. Now, you might find a different product on the market that might just say blue shark cartilage or it might just say shark cartilage, but this one has what we call a chondroitin. So chondroitin is a special active ingredient in the shark cartilage, which promotes and helps the joints and also helps with the bone inflammation, etc. So key thing is a gorilla muscle here,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you should look out for chondroitin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demand in Korea, especially with gorilla muscle, but also with chondroitin. So many people are actually looking for chondroitin, particularly. That content. Chondroitin, that's right. So as you can see, it's got chondroitin sulfate inside within the shark cartilage. So this is an additional. Now you know, it's got an additional. And the intake is quite high as well. It's 40 mg. That's correct. Okay, got it. 知道了. Is there any like special intake amount that is special for this product? Special. It's highly the volume is a lot more. Yes. So this got a grilling muscle as well. So when we source our raw material in here, we don't just buy a normal raw grilling muscle. We buy a high concentrated ratio grilling muscles. So there are like 10 to 1, 25 to 1. So there are different ranges of grilling muscles. So we put our high ratio of the grilling muscle inside. That's why at the bottom you can see it's got a grilling muscle equal to 7,500 milligram down here. So it's got a high concentration ratio of grilling muscle. Okay, 所以你们知道啊，所以他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呢，其实他们在选择进口 grilling muscle 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选择比较高含量或者是比较质量比较好的这些进口来，就是制造出这一个食品。然后当然就是呢，主要 shark cartilage 跟这个青口 ，OK， shark 的 cartilage 就是鲨鱼的软骨 ，OK， 鲨鱼的软骨，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青口，主要呢这两大成分就是能让你促进你的关节的问题，然后同一时间它也是非常非常有效，就是针对如果你是有关节疼痛的问题的话，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力推荐的这两大成分，然后当然呢里面它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呢他们有关节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选择这一个成分叫做 Chondroitin，Chondroitin，OK，Chondroitin sulfate，OK，所以this is the ingredient that they will look out for yes, joint health. Right, yes. OK， 所以真的，你们真的是今天 I think I've learned a lot today. Yeah. Thank you so much. No 真的，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真的是很多成分，可能你们在真的在挑选的时候，你们去 pharmacy 的时候，也未必那里的医生会跟你讲说，这个成分是你要注意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ession 给大家知道说，你们买什么产品。 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OK，所以这个的话呢是 MCF complex， OK， blue shark cartilage， consumption is 180克，里面这个是大盒的哦，这个是180克，然后呢每天呢就是建议吃1到2颗 ，OK， Daniel 的 consumption is 2 capsules per day， right？ OK， 一天呢你吃2颗， day and night or set。 Doesn't matter.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consumption 就是建议一天吃2颗，你可以一次过吃2颗没有问题 ，OK， 或者是呢早晚1颗都没有问题。可是最好呢就是 OK， 就是什么？最好就是呢空腹的时候服用它 ，OK， 然后这个的话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也是一样哦，你看 quality assured，OK，、okay? 这个的话呢是有一个标签的，所以大家这个标签真的是很重要，在 Australia 他们对这个 Australia's pure material 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而且这里还有 premium quality， 所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大家真的这个的话呢，价钱老实说它会偏高一些些，可是呢，因为它里面的含量，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制造，所以会导致就是它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一点点。而且这个是180克，每一天吃2颗的话，180除以2。 180除以2是90天，90天再除以30，就是可以吃3个月。这个就是 30
上个月的量 ，OK， this is 3 months supply 啊，所以这个的话呢，一盒带回家吃下去 ，OK， 吃下去，就是开始服用它 ，OK， lucky draw need to pay shipping $8， OK， lucky draw 的话 for 那个 facial mask 的话，不需要背 $8 shipping fee， OK， 这一个的话呢，你们直接PM admin， OK， 让 admin 知道 you are entitled for the lucky draw， so 你把资料填写给他们，然后我们会就是运给你 ，OK， lucky draw 是免费的 ，OK， 我们会用 mailing 给你，就是我们会用那个mailing mail 给你，然后你们一定要 check 你们的那个 letter box， OK， 我们会就是这样子的方式送给大家， OK。如果吃得好，以后要买在哪里买？ OK， Sandy，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得要看这一次的这个量多少，如何多少。可是主要我觉得我们会长期跟他们合作啦 ，with CineCare。所以呢，到时候如果你想要购买更多关于 CineCare 的产品，欢迎 PM 我们 ，OK，PM 我们呢、啊、，OK。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uper Good Joint Health 的这个supplement。所以要的朋友呢，你们可以打上来关键字。SY60+1 一盒的话呢只需要280块，然后呢这一个是一个 3-month supply， OK， 三个月的时间你给自己调整一下试试看，这个的话呢你吃了过后你也不需要吃，也不需要补充更多的钙质，也不需要补充就是另外要就是抗炎的这个保健食品，所以呢它也是类似像一个二合一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呢在他们家这个也是 top sales， OK， this is also top selling， 然后在澳洲， OK， in Australia they are selling at $420 Aussie 给大家看，真的是420块哦，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优惠给大家，这个是他们的官网， OK， 官网，然后这个是 in Aussie dollars， 这一盒的话呢是420块 ，OK， $420。所以这个的话呢，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们身边的朋友呢，如果就是有关节问题，或者是经常没有办法蹲，没有办法长期的站着的话，这一个我觉得是会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送给他们 ，OK。所以今天你不用来到 Australia， 我们都会带回去新马回去给大家 ，OK。所以要的朋友呢，打上来 ，OK，SY60+1 280块。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自己我也会考虑，就是。买给身边的，比如说妈妈或者说阿姨，因为真的这个的成分含量非常的好 ，OK， SY60 买给我的阿姨 ，OK， 来 SY60+1 SY60+1 280块钱 ，OK， 这一个的话跟大家讲哦，我们买满50块 ，OK， 买满50块以上，我们没有 8块钱的运费 ，OK， 没有买满50，这个没有买满50，因为呢，真的老实讲，从澳洲运回去的新加坡的这个运费哦，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OK， 无论你运一点点都是上千块，真的很高，所以呢 ，That's why 很多人不做 Australia import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主要运费真的很高。可是呢，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今天只是给一个8块钱的运费，可是到头来你吃的健康，用的也是健康的话 ，Why not？ 一个8块钱呢，真的很值得。OK， 来继续啊，继续大家 ，OK， 我们要走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女性，她们都会面临可能就是细菌感染或者是 UTI 的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我经常也是会有 UTI infection， OK， 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OK， 可是我也不知道，可是呢，经常一年下来至少会有2次的这个 UTI infection， 所以呢，医生就是建议说，如果你就要提高就是你的这个尿道的这个健康的话呢，你当然一定慢。蔓越莓一定要吃多，就是可以补充，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吃蔓越莓 ？Cranberry 真的是对女生，尤其是女生是非常非常好 ，because it's very high in antioxidant。所以呢，蔓越莓呢真的是女性不可少，然后呢，男性的话呢吃多的话也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怎么说？Vitamin 是非常好的，因为 cranberry it has very very high vitamin content， so it's very good for your body， so even kids， OK， even 小朋友也是可以吃的这个水果。可是呢，每次我们吃蔓越莓， every time 我们吃蔓越莓，我们不可能 by kg， we don't consume cranberries in kgs， right？ You only eat them in like you know maybe serving portions。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当你就是要补充蔓越莓所有的这个营养，你就得要依靠就是保健食品，就是来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因为真的有些东西是很 different extraction from different products， but 可能会导致可能 obese 的问题或者是 high cholesterol 的问题，所以呢这些就是制造出呢让你身体同一时间一天吃进去的这个含量是足够的，也不会就是流失 OK。 因为有些就是老实讲有一些food products 就是可能你它的 intake 很高， but then it's not that amount that your body can
can take in， 所以就是会很浪费。所以呢，主要就是在 CineK 他们的这一些产品呢，都是刚好的，就是适合每天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些 intake 来就是吸收，所以呢，你吃进去也不会浪费。OK， 所以这个主要呢，就是对很高抗氧化，所以女性呢，如果你要养颜美容的话呢，让皮肤吃起来越来越好的话，或者是呢你就是男生，如果你要就是如果是孕妇可以吃吗？这个孕妇Daniel can pregnant women consume this or even those who are preparing to get you know pregnant It is very best to speak to the doctor first. Okay. Yeah, okay. 最好你们先问医生好吗？如果你们是孕妇，或者是你们是想要就是生 baby 的话，你们也是可以去询问一下啦。Okay. 可是我们当然也是会有其他的 supplements that 针对就是如果你就是要更容易的就是备孕的话，也是有的。Okay. 然后这一个的话跟大家讲，这一个的含量是80000mg. Okay. 所以呢，它里面的萃取是340mg 的 cranberry extract， but it's equivalent to fresh 的那个 cranberry 的 extract 是大概 80,000mg，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 how much is it equivalent? How many kgs of cranberry am I consuming with one capsule?A lot. Yeah. Okay, it's maybe 10 kg per capsule.Okay, let us check on that. Okay, 我们再 check 一下。可是这个，因为它含量很高很高，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代替，比如说你不吃蔬菜水果的这个，你本身不吃菜不吃水果的话呢，也是很难排便的。所以呢，其实 cranberry 本身也是对眼睛啦，对我们消化系统也是非常好的。Okay,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来大家，这个是 high concentration 哦。就算你是素食者 ，Okay, 就算你是素食者，或者甚至呢，你也是吃素食者都可以，或者是呢，欸，你看这个你是平时很少吃蔬菜水果的朋友，这个一定要吃起来 ，OK？ 这个是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it also has GMP certified and also 它也是 Australia made in Australia 的 ，OK？ This one bottle we have 120 capsules， OK？ 120颗，每天建议的话吃一颗就好了 ，OK？ Every day 一到两颗 ，OK？一到两颗就可以了啦 ，OK， 一颗就其实已经足够了 ，OK， 所以一罐的话呢是120个 capsule， 所以你大概就是可以吃一到两个月没有问题 ，OK， 1 to 2 months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来了 ，OK， campaign， OK， Dave， how can I help you？ Do you want what code？ OK， 你要什么关键字？我可以让你知道 ，OK。可是现在我要售卖的话呢 ，OK， 马来西亚可以下单吗？马来西亚可以，可是呢，运费会不一样哦。大家先跟大家讲，马来西亚的运费会比较不一样。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购买的话呢，欢迎就是呢，就是 PM 慧珍好吗 ？PM 慧珍，然后 admin 会让你知道，因为每一个州的运费都不一样。OK， 所以这个 cranberry 的这个 supplement。的话呢多少钱？这个 cranberry 的话呢只需要68块钱 for 120个 capsule， 要的朋友打上来 SY OK SY 59加1 SY 59 plus 1 OK SY 59 plus 1 OK for 这一个 SY 59加1只需要68块钱，然后呢当然他们在这里他们的卖价是接近要80块了 OK for 这一个 close to 80 Aussie dollars for this bottle， but today we are only selling at $68， so this is really worth it and this is highly concentratedcranberry supplement. So, you can consider getting this. This is from CineCare. 这个是来自 CineCare 的品牌哦，大家。所以呢，记得 CineCare 以后你们想要找任何的产品 PM 慧珍，或者是呢以后你们想要就是大家就是今天主要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反应，如果还是不错的话呢，我们可能考虑就是接下来可能再来澳洲多一次 OK， 所以这个也是 depending 大家能接受的这个你们就是可以喜欢他们的产品嘛 OK， 先试一下 OK， no point trying no harm trying OK， 可以试试看，然后呢好的话再回来 OK。 Alright， 我讲 no point 我讲要讲 no harm， sometimes the brain are go too farThen you come out already too late. You know, okay. 来 ，OK， 我看一下产品好吗？我想要走那个泡泡 ointment， OK， 泡泡 ointment， OK， 不用紧，我先走那个 mask 面膜， OK， 那个面膜的话呢，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 free gift that 我们要送出去吗？可是这一个面膜呢，今天当然我们也是有售卖， OK， 这一个面膜， OK， 这一个面膜
这一个面膜呢，主要我们一包呢会有十片装 ，OK， 一包会有十片装。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呢 ，Blue Mountain City of Australia 怎么说 ？OK， 怎么说 Blue Mountain of City Australia？ 这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在Australia 的一个地方是吗？一个蓝山 ，OK， 真的是一个景点来的，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就会来到澳大利亚，他们都会去的这个景点，所以这个就是蓝山萃取的这一个成分的这个精华，全部都在这个面膜里面。当然，里面呢，它也是会有添加 eucalyptus 呢，主要是非常好，就是抗菌，所以呢，就是如果脸上为什么会长痘痘，所以呢，痘痘肌肤的朋友。这个面膜帮我带回家，因为这个面膜主要 eucalyptus 可以很好的就是针对呢发炎的状态，所以它也可以预防，当然它也可以治疗你脸上这个痘痘的问题。 OK， 就算你没有痘痘问题的话呢，当然 it works as a 一个 skin barrier， 就是呢不会让你那么容易就是皮肤发炎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呢任何的肌肤都可以使用。然后呢，当然里面它也是有添加 tea tree 的话呢也是非常好，就是舒缓，当然也是抗菌，然后呢也是可以就是抗炎的这个成分，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的。 OK， 就算你没有痘痘的问题，这一个也可以买回家。 OK， 这个也可以买回家好吗？ 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而且它的面膜，每一包面膜的话呢是 20g， 所以这是重量是算蛮大的。 OK， 20g， 然后呢精华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主要就是呢它可以针对就是 acne control， 然后就是它可以舒缓你的皮肤，就是如果今天 Australia， 你懂为什么他们每次讲你来 Australia 一定要butter up the sunblock， because their UVis a lot higher， 所以呢当然他们在这里很多人他们会有 freckles 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 sunblock 的这个防范，所以呢就会导致你的皮肤很容易红，或者是你会生斑。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如果你有 sunburn 的问题，或者是你经常会去做户外运动的话，帮他敷一下 ，OK， 帮你的脸敷一下 ，OK， 不然你的脸很容易出黑斑，很容易就是泛红，或者是很容易就是脱皮，所以呢，好好照顾你们的脸 ，OK。今天这个面膜也不贵 ，OK， 也不贵。今天呢，十片装 ，OK， 十片装只需要25块钱 ，OK， for 十片装哦，25块钱 ，OK， $25 for 10 pieces， 十片只需要25块钱，所以呢，要的朋友马上。打上来 SY55+1 OK SY55+1 这一个的话呢也是刚才我们说 give away 的这个面膜 OK， 这个面膜也是他们家在这里卖的销量非常非常好的 OK， 他们在这里售卖的话呢一包这样子十片装是要35块澳币，所以真的今天很好的价钱给大家，不需要花那个运费 ，OK， 不需要，就是花钱另外买那个飞机票来到这里买 ，OK， 或者你来到这里，你还要去找他们的分店，只有3间，所以在 Australia 真的是很少见，他们主要都是也是走很多都是 online 的，所以呢，这里真的是很好的价钱给大家 ，OK。我们现在走最后一个产品好吗 ？OK， 我们 OK， 我给大家选，你们想要skincare。还是你们还想要找什么样的产品 ？OK， vegetarian can take 吗 ？So far 所有的 capsule vegetarian 都是可以 take 的，全部都是 vegan friendly。主要在 Cinecare 他们的 capsules 都是 vegan friendl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所以目前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一些保健食品都是素食者都可以吃的。OK， 除了那个鲨鱼的 ，OK， shark cartilage。Propolis 可以对吗 ？Propolis 可以 ，OK，Propolis 也可以 ，OK 除了那个鲨鱼的那个之外，其他的另外三款都是素食者都可以吃的 ，OK。还有你们想要什么 ？Hi，I just came in，can share what's selling？OK，、okay, 娜娜，我们解释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产品，我觉得你一定要看重播，因为你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的重播。前面几趟的这个直播，你可以就是忘记不要看或者忘记买，可是今天的这个你忘记买了过后，你真的是会后悔 ，OK， 真的是会后悔，因为他们家。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food supplements 跟 skincare， OK， that is made and manufactured in Australia， 所以那个的话呢你一定不要错过， OK， 不要错过， OK。
OK， 所以来打上来，你们现在想要我走 skincare 还是你们要我走 supplement 都可以。可是我觉得我顺便介绍那个泡泡 ointment 嘛，好吗？因为呢 ，since 今天只要有下单的朋友，你们都会收到呢多一支的这个泡泡 ointment。OK， yes， I just bought cranberry when I came in。OK， thank you very much。OK， 所以呢这一个的快点卖小妹。OK， 好好来 ，OK， 来，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泡泡 ointment， 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每一个order， OK， every order will come with one free complimentary 泡泡 ointment， OK， 所以这个泡泡 ointment 的话呢是他们家， OK， 这个我就叫 Jin 出来了， OK， 刚才我问 Jin， 我那时候刚刚卖嘞，可是为什么这一个哦比较不一样，为什么你们家，我一跟他讲泡泡他讲哦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他很兴奋都跟我 share 这个东西， OK， 来 Jin 跟我们讲重点就好，为什么这一个泡泡 ointment 在你们这里售卖的特别好，为什么你们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东西可以更好的就是方便使用者来使用。好的，好来好来，其他都不用说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很多有很多点要说但是就最重要的一点大家看的话这边有一个叫 Papa Seed Oil， 来我们转过来可以，没问题，转过 来转过来，这边 OK， 来看到吗，哪一边，在这里89，嗯哼，我敢保证市面上没有89的，我们家是最高最高的，保证没有89mg 的这个木瓜油，一般是39或者是29，但是我们家是木瓜籽油是89，木瓜籽油就是木瓜膏里面的 active ingredients，没有这个就是不管用的，OK， 所以没有这个的话的所有的泡泡 ointment 是不管用的，对 OK， 然后里面还有添加两大成分Tea tree 和麦卢卡蜂蜜 ，Tea tree、麦卢卡、honey 还有 vitamin E， 所以这个的话，泡泡 ointment 是很多他们澳洲人，他们就是在这一边，他们就是如果就是烫伤啦、烧伤，这个就是一个 multi purpose cream，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脸哦，你的脸突然间觉得很干，或者是你的脸其实是在泛红的状态下，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 antiseptic 也是很好，消炎杀菌也是很好的，就算你是敏感性肌肤的话呢 ，apply 在脸上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呢，这一个重点真的是 85mg， 就是他们家添加的这个木瓜。瓜子油是最高含量，而且刚才君啊，你记得君的脸呢、啊？他讲，我敢保证，市场上没有比我们高含量的这个木瓜籽油，就只有在 CineCare，OK？、Okay? 所以这个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今天只要有下单的朋友，你们就会收到一支。可是到时候如果你要再买的话，你就可能又要再等。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次过下单 ，OK？ 试试看它，因为反正 CineCare 就是讲说，如果就是你们今天买回去的产品试了过后呢，有任何的 allergic reactions 的话呢，你是可以退款的 ，OK？ If you have any allergic reactions 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 refund 给你们，没有问题 ，OK？ Allergic reaction 啊 ，OK？ 来，所以大家今天呢，如果要购买我们的泡泡 ointment， OK， 这个是来到澳大利亚必买的一个东西，要的话呢打上来关键字 SY66+1， 只需要新币30块钱， OK， for two， OK， for two， 然后你这个、哦、如果你单买这一套的话，你也会收到多一支，所以代表就是说呢三支今天只需要30块钱，有没有很划算，不然你单买一支在这里的话至少是16-18块钱，所以今天一支只需要15块钱算到来 OK， 没有一支算到来10块钱而已，因为买二的话呢每一个 order 我们会再附送你多一支这个泡泡 ointment， 所以要的朋友呢打上来 SY66+1 and you'll receive three bottles OK， three bottles of 泡泡 ointment， 这个是 25g 的哦， it's not the mini one， this is 25g， 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真的随身携带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OK， 所以啊大家今天呢这个呢会是我今天最后一个介绍的产品，如果呢你们还想要找其他的 supplement 其他的这些护肤产品 OK， 我们也会就是呢就是可以帮你带回去，可是这一个的话呢你可以私底下 PM 我们 OK， 可是我们这今天的 orders 明天晚上by tomorrow 2359我们就会 close for order 了 OK， 所以呢
今天明天好好看重播，想要买什么的话让我们知道 OK。 我们也希望长期我们可以跟 CineK 一起合作 OK。 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就是呢把 CineK 带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 CineK 的产品，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OK。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你们最喜欢的 moment 了，现在来帮我打上关键字 for 最后一个 lucky draw for the trip OK。今天我们现在还要送出十套 OK， 十套的这个面膜，所以如果你们还要买这个面膜，这个是什么关键字 SY55 OK。 这个面膜的话我们也是有售卖 SY55 plus 1就是25块钱，这个的话呢十包哦，一包有十片装 OK， 一包有十片装25块钱。如果今天没有抽到你不要生气也不要骂人，因为自己买啦自己买 OK。 来，所以现在打上我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看了我的直播看了2个小时1个小时半看了1年2年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我就要去换名了 OK， 我就要换名字了，给你们比较容易记 OK。 没有人带，没有人带你，哈西不要打西尼，打慧珍 My name OK， you can type 西尼 K but no draw for you， just now the 西尼 K draw already over， now it's 慧珍 draw OK， 不是珍慧不是珍慧不是珍慧，而且不要打 full name， 打慧珍就好 OK， 不要打 full name OK。 And the range 没有，因为我知道可能太长，有些朋友他们不会 spell 我的名，所以呢 just 打慧珍汉语拼音，他们打汉语拼音你们也打错，哎呦我跟你讲啊，如果汉语拼音你们也打错，你们真的是哦不应该赢这个，我跟你讲你应该不应该赢，你不应该赢这个 mask OK。 因为这个 channel 是谁的 channel， 是慧珍不是慧珍 no 珍真 OK， HUIZHEN OK， 打英文的英文的，我们的系统是用英文抽的 OK。 给你们一点时间 OK， 给你们一点时间，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在 Australia 了，所以呢我们来的这短短5天的时间真的是很赶，可是呢收获蛮大的 OK， 收获这真的是蛮不错，所以呢来打上慧珍，然后呢给我一点爱的鼓励好吗 OK。 因为真的一个人做直播跟之前的团队做直播不只前的团队，这个之前团队队友做直播，我没有离开鳗鱼哥团队，大家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呢最近很多朋友问说，慧珍你是不是离开鳗鱼哥团队，你是不是跟王磊吵架，你是不是没有跟王磊做直播了，没有，只是呢最近慧珍自己出来创业，所以呢慧珍自己会就是到处经常自己飞，或者是呢偶尔也会就是跟他们一起飞，或者是呢也会在新加坡做直播，所以你们不要大呼小叫好吗，冷静冷静 OK， 冷静啊。所以呢我没有离开卖一个团队，我们都好好的 OK OK， 然后我要回去看我的师傅了 OK 哈哈 OK。 来，所以啊我准备要抽咯，大家来 Let's do the last draw OK。 我们要送出十套的2片面膜 OK， 每一套都会有2片哦 OK， 每一套都有2片哦 OK。 来这里准备倒数5秒，5 4 3 2 1来我们一起来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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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鱼来了，来恭喜以下这10位幸运朋友 OK。 10位幸运朋友会是谁，你们会收到一个连接哦。来来这里的话呢，诶怎么只有一个名字，因为剩的全部之前分享过了，赢过了就没有哦，所以系统只抽到一个人 OK。 来来来，我们还可以再 add 多九个吗，我们 add 多九个可以吗，来得及吗，可以，因为我们还有多九个嘛 OK。 来我忘记赢过的可以再赢吗，你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忘记跟大家讲那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一定要 like OK， 一定要 like 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一定要有分享，所以呢系统才 capture 得到，所以目前只收到一位 Evelyn Eva 还是 Evelyn Eva OK。 Eva 恭喜你 OK， 你有乖乖听话，可是现在啊大家你们刚刚打关键字的朋友，如果你们没有点赞然后你们没有分享的话，系统是抽不到的 OK。 我们 upgrade 了，我们用系统抽 OK， 所以系统的话它需要 auto capture， 一定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分享这个直播，然后第二一定要 like OK， 帮我 like 一次就可以了 OK， 一次，因为你按多一次 like 就是 unlike 了，所以你按一次 like 然后分享10次没有问题 OK， 分享10次没有问题， like 一次就可以了 OK。 来给你们一点时间，给你们多一个10秒啦 OK， 给你们多一个10秒，给你们一个1分钟 OK， 给你们1分钟，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全部10个名字出来了，有吗，
有吗？来，有十位吗？这边看这边，这个是第三个桌哦，是吗 ？OK，来来来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 ，Hello， 老板刚刚进来分享了 ，Thank you very much。可是我要关播了 ，OK， 来这边 ，OK。所以以下是十位幸运朋友，所以已经有十位了啦，是吗？最后一个有十位哦 ，OK， 好的，恭喜以下十位幸运朋友。然后呢，你们 Messenger 就会收到连接，然后呢 ，Messenger 收到连接，填写你们的资料，然后我会把这个面膜运过去给你。OK， 这个面膜是 FOC 的哈，邮费我们出啦 ，OK， 我们出。可是呢，这个的话没有link，记得 check 你们的 letter box 好吗 ？OK， 所以呢，大家我差不多要下播了，然后呢，等一下晚上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再开播咯 OK， 跟大家聊天讲一点废话 ，OK， 我们最应该讲废话了，OK， 所以呢，不是我们 ，OK， 我们因为我的团队他们有要谋杀我的计划，他们昨天把我拿去喂鲨鱼，可是他们没有成功 ，OK， 所以大家你们可以继续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因为我们昨天去了很多景点，然后呢带大家看澳洲 ，OK， 你们可以继续看我的 Instagram，OK，、okay? 可以去看我的 Story， 我不懂我的 Story expire 了没有，但你可以去看 ，OK。Any expiry for the 婆婆 ？OK， 婆婆 expired。看一下有吗 end of 2026 2026年 fourth quarter 2026 fourth quarter 是 end of 这个不用 这不是我们是新的我们是新的新的 batch 2026年 OK 2026 for 婆婆 OK 所以你们刚进来的朋友可以继续看重播去真的看一下慢慢花一点时间去看然后我们也会上 post sales 给大家然后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真的也是不错也是我挑选的可是我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解释搞不好下一次我们会带回去新加坡卖给大家 OK 所以2027年啊最新的 batch OK 我们的泡泡我们是2027年1月份 expiry OK 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记得要帮我 like and share 多多然后帮我点赞我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啊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啊不然每次我开直播的时候你们不肯 OK 每次开直播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我的直播 OK OK Thank you very much OK 谢谢大家 Bye 关播了 Bye